Hello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视频，我是9527。那今天要来开十月份的淘宝，因为后来九月过了以后没多久，十月份就寄来了一袋，然后另外一袋都是食物，因为食物没有到，食物要空运。我每次都寄错，我每次都把食物寄到不能空运的地方，然后再另外花钱寄到可以的仓库，然后再寄回来。那我现在就把它拆开来，以后再给大家看好了。OK， 好，回来咯。那十月的淘宝还蛮热闹的，然后扣除我买的那个锅巴还有那个黑枣，我大概好像就只买了这两样吃的，还有一个就是可以录音的棒棒糖。那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就是网络上的视频，因为现在耳机嘛，就是有做那种骨传导，你不用塞到耳朵里的。那它的那个棒棒糖是做那类似骨传导的技术，然后你放在嘴巴里，你就可以在耳朵听到就是你想对别人说的话，你可以录在那个棒棒糖里面。我就是为了那个棒棒糖，所以我又买了锅巴还有黑枣寄过来，但是就可能明天才会收到吧，现在还没收到。然后这是这次十月的东西，那这次是星之卡比的一套东西啦，然后这次的东西大概都在桌上这样子，我们来一样一样介绍，从近的开始看好了。我是因为上次要锁东西，我找不到扳手，我就顺便去看了扳手。然后它这个得力的英文，我觉得是盗版的，因为我觉得正常得力不可能会做出这种很奇怪的字，我自己觉得啦。不过扳手如果可以锁东西的话，基本上都还好。希望它可以有用，一头大头的，一头小头的。然后因为想说在这个地方，在这一家店家只买了一个扳手，不好意思，所以又买了两把刀片。然后它的刀片比较厚，然后这边还有那个公分，一个可以做尺来用的。然后它一组就两把，我就买了两把。哇，好赞！然后这边也可以当扳手哦，4、6、8、10各种尺寸的扳手。这跟我之前买的那个比较不一样，比那个更重。然后是两把加一个扳手，然后这个买这两个是那个吸带式的香水罐，然后送两个普通的罐子。然后这个香水罐的话，都还有一个套，一个绒布套。香水罐的话，打开看看，这一次是这个金色的，还蛮好看的。金色喷香水，然后如果你要灌的话，就是把你的那个香水的头拔掉，把这个塞上去香水头，这样压，它就会把它那个香水挤进来。这个是香水罐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只也是香水罐，我只是买了不同形式的香水罐看看。这是另外一只橘色的，然后也是一样，从后面把那个香水灌进去。都还不错。好，再来是这个，往左边看哈，这个东西，它这个东西是做那个郁金香，我之前有买过了，但是我忘了我之前的影片有没有拍过。它就是郁金香，然后它的叶子，然后底上的底石，然后送你一条那个热熔胶，然后你就直接用打火机烧热熔胶以后，把石头一块一块的贴在这个底座上面。先贴满石头，然后用这个灯条。现在看有没有？哦，现在没装电池，所以不会有电。灯条，然后加上这个郁金香，这样子做成一朵一朵的。做完以后，灯一开，郁金香都会发光，很漂亮。所以我特别买一个这个来做。然后到时候可能会把星之卡比的元素加进去吧。可是那星之卡比有点大，我怕我加不进去。这个到时候再来看看。手机绳我买了4条，这是那个手腕的手腕绳，比较小条的，黑色跟一个彩色的。然后另外那个长条的手机挂绳，买了一个是这个，然后另外一个是这种是编织绳哦，比较粗的，所以买不同。
好，再来是这个，这个是那个面纸盒啊。面纸盒有的时候抽到底部的时候，你往往都抽不起来，可能要把那个盒子打开，所以就把这个放在那个底部。反正那个它会随重量慢慢这样往上撑，所以到最后就可能是最后几张的话，你依然都很好抽，因为它会把它撑上来。原理是这么个原理啦，但是实际上好不好用我不知道。然后它一组是四个，所以就买了一组。然后拖鞋，这个这种防滑拖鞋真的很好穿，因为我但是有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之前买那个穿了大概一两年以后，这个底掉了啦，所以我重新买这个。但是这个真的很防滑哦，推都推不动，你只要放上去真的很难推。我觉得老人家的话一定要准备这个拖鞋给他穿，因为我觉得老人家不能跌倒，所以一定要买一个防滑拖鞋给他穿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再来再往上看一下，哦，这里还有一个，这个是那个 iPhone 12的壳啦，因为之前那个 iPhone 12的壳坏掉了，所以就准备一个壳。然后后面有盲盒，但是这次的盲盒比较不多，然后都是我上一次买的，然后今天才寄来。这个是不倒翁系列，我上次不是买了那个碧琪的小的不倒翁一套的。在这边，这个往后拉哈，小的碧琪一套，然后它就是有这么多只，然后它也有出大只的，这大只的也是很重哦，很重，因为它有 底下的那个重量很重。这个一盒好像只有六只吧，然后有一只隐藏版，对，没错。然后这是16只，然后有一只隐藏版，这个我到时候就会集中这两个会一起开给大家看。然后还有的这个，我上次说的52 Toys 的买的就是这个一个小手，然后它会这样子走。然后另外那个上次是大声功嘛，然后 我大声功跟手是一起买的，只是那个时候手还没有出来，手也是有一套六个，然后有一个是隐藏款，这到时候就是一起开给大家看。再来后面还有便当盒，买一个便当盒给女朋友带便当，四边打开往下，里面是316不锈钢，然后1234格加一个汤碗，汤碗我是想找3+1啦，可是都没有，而且我都觉得这种便当盒做太大了。然后它是可微波的哦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不锈钢可以微波，但是我去查了一下，好像这些不锈钢是可以微波的。然后这上面打开的话，诶，是这样开吗？还是反过来开？哦，这样开。还有附那个叉，这个那个汤匙跟筷子。然后这个应该是气孔吧，加热的时候气可以从上面排下来，大概是这样子。再来往上，这两个就不用介绍，这两个是那个单人的那个电动沙发，我帮我爸买一个沙发放在他房间，他可以躺，然后那个就是椅套而已。那下面那个黄色，我以为是黄色，其实看起来好像玉米哦。然后上面是那个米白。然后心智卡比最后介绍，先介绍这个华容道，然后这个也是看的那个非常久的经典游戏了，锻炼的是智力和逻辑能力，3到99岁都能玩。小安子已经过了第9关了，往上角这个就是它的题目啊，这关卡出来以后呢，我们只需要根据这个题目把它摆好，就可以开始玩了。我们的目标是把这个红色的挪到最底下的这个位置来。完成，一共有511关，足够你玩很长很长时间了。这个也是看了淘宝上面的影片，华容道，大大的一个，然后要装电池啊，我没装，装了以后你一按，它这边就会跳出图案，然后看你要拿掉哪一个，然后反正你最后要把这个东西移到这个地方，你就要瞧来瞧去，瞧来瞧去，瞧来瞧去。我是没有装电池，因为我就要把电池拆掉，
就到时候来玩玩看。这不便宜，这一台要800，但是我看他们玩的还蛮开心的，我就买了一台，送了一个套子。最后来介绍星之卡比的部分。星之卡比的话，因为这一次的那个圣诞节啊，我想要做一个那个倒数圣诞节倒数的那个日历啊，倒数的日历，然后送给女朋友，所以我就买了一些小的星之卡比的东西，应该有凑得出来吧？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。那个里面有六只嘛，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6样啊，所以一定够，一定足够。那我们来看一下有什么，六只星之卡比的人物小公仔，但是啊是冰箱贴，所以是磁吸式的，但是有点大只。然后星之卡比的那个护手霜吧，护手霜。再来是这个，一个星之卡比的，应该不是钥匙圈，但是就是可以挂在包包上的。然后他的那个发带，我买了4个，但是说实在的，他这个星之卡比做的有点像不算正版的一个脸型，有点不好。而且他重复了一个厨师，我买的时候是4个各一个，结果他给错了。但是也不想找他退，因为很麻烦。还有一个是这个徽章，小徽章。再来是这个便宜的那个小贴纸，这一卷可能才1-2块吧，还是多少钱？反正就是买了做一个圣诞的那个圣诞倒数月历里面的一个东西，其中一项。然后浴帽。然后下面这个是那个脚踏垫，但是我觉得它印刷的不是很好，不过没关系，反正就是心意啦。因为这种东西，我也找星之卡比的东西找正版的很难找，东西不多。这个我来开给大家看看好了，因为我本来就是要把它拆开来以后这样子装进去的。这里还有一个。啊！撕破了！星之卡比哦，它是做成这样子三角的，小小的，总共有6只，很可爱，还不错。这盒子到时候可以利用一下吧，因为上面有它的素材。然后最后还有这个星之卡比的小车 ，Takara Tomy， 军 Tomica。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星之卡比的，这应该不能算盲盒吧，因为它其实都已经你看得到外面是什么了，所以就挑两个很可爱的图案。诶，我为什么不挑这个，奇怪。哦，我是挑这两个，左上角这两个，大概就是这样子。OK， 那这就是这一次10月份的淘宝。然后下一次买的话，应该就是11的那个时候，会看看有什么东西可以购买。那我到时候会把我该开的盲盒陆续开给大家看。然后星之卡比的话，到时候制作完的那个倒数月历也会给大家看一下，就是每一格放什么。我觉得应该，我有在网络上查一下要怎么做，但是。这个大小不一，可能要花一点时间去想一下那个要怎么画。然后这个的话，我到时候做给大家看，这个做起来会很漂亮。但是那个卡比有点大只，我觉得我应该放不了一只进去，所以就可能到时候就是纯粹是花吧。OK， 好，那本期的淘宝10月份开箱就到这边结束。那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记得点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